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双剑论股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达。哈达自从它突破这个颈线，突破这个筹码峰，这边突破，就开始往上飙，回撤，再创新高，再回撤，现在又开始慢向挑战这个最高的这个阻力，挑战还要嗨。可以看到，当它突破之后，这个是突破啊，然后这个形成一个嗨，这个回撤来到这个 support line， 形成一个 low， 这个呢就形成一个 higher high， 这个呢就形成一个 higher low。 如果它有机会突破的话，这个线它就会形成 higher higher high， 就是一个马路信号。之前更早之前，我在之前视频有讲过的，这个突破是一个马路信号，回撤有效，加码信号，或者是没有买到的朋友再买过，然后回来这边还要 low 形成第二只脚的时候，也是一个马路信号，再突破这一个形成 higher high， 也是一个马路信号。它星期五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站上去这条指示线，筹码峰指示线，看到吗？它的收盘价是2.1块，指示线是2.08块。它在这边时候还要 low 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这个20天均线有一个支撑。基本上它现在的价钱是已经是站上去所有筹码主力线的这个价钱。紫线、蓝线、灰色线，还有这个 POC 站上去了，全部站上去了，20天均线站上去了，200天均线是在上面了，还没有了啊。所以现在只要它有能力再次突破这个2.2块这条这个最高价，这个是一个马路信号。之前没有马路的朋友呢，可以私下去考虑，可以考虑呀。现在我把这个图拉远一点来看，可以看到，只要它能够突破这个刚才我讲的这条白线，这个整个筹码峰都是它的支撑盘，而它的下一个目标价呢，也是我之前有讲过的，就是这个。大概是在2.5块到3块钱，就是它的下一个目标价。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冲呢？啊，我说这个真的不知道，真的是要观察。前提是它要突破这个前高，形成 higher high， 也就是要站上去2块钱，还有机会去挑战这个小小的套牢盘2.5到3块钱呀。也可以，也是可以看到，如果它有能力突破这个的话，上面呢是没有什么套牢盘的，就是说只要它能够突破这个最大的这个套牢盘，它的阻力就是非常的少了呀，又有机会继续往上冲。这个就是我对哈达的一些个人看法，综合筹码峰活量爆发，综合这个筹码主力线、均线，还有这形态来判断这个股价的这个未来的走势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，又帮我去 share， 帮去 like。如果你想学习多点，如果你想继续学习的话，给我知道一下，我会无私的分享。记得你一定要看回我之前的视频，你才可以把整个故事串起来。不然的话呢，你听一半不听一半，可能会害到你亏钱，就不好意思了。谢谢大家。